有我咁嘅心情，今日三一去支持立法會選舉補選，我嘅支持就係四號鄧家彪。點解佢呢個年青人有衝力有干勁？佢喺社會裏邊，喺社會工作裏邊係了解咗社會嘅民生，社會嘅問題喺所在，佢將會帶入好多好多嘅市民嘅議題，包括老人，包括幼兒嘅教育。包括你本身嚟讲现在的居屋问题，包括你现在整个社区新界东的议程的问题和建设，我希望他进入立法会之后，帮我们各位市民一步一步实现我们安居乐业，令到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好好去学习去读书，他本身来讲就是帮助香港社会建设共享大湾区的繁荣。多谢各位市民支持，多谢支持四号邓家彪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各位市民。